整片的豆包已经是美味，志工却联合起来撕碎它，还要经过这道程序。啊，因为安尼伊才迄落会黏起来啊，啊，若无烂就袂黏啊。调味完揉，把它揉出浆来，然后再磅秤，再用布包起来，布把它揉紧以后再压在碗，叫做莲花包。一天总量500个，打开蒸箱，每个碗都很古早味。为伊个环保站捡来吼，啊，大家即卖即种碗较无人用啊，啊，阮就怎啊怎群主铺有人有即个无要用的碗，拢摕来做，啊，有这用重复一直使用啊。锅里铺上锡箔纸、黑糖、茶叶，锅缘冒白烟后3到5分钟烟熏完成。志工们闻香而至，团队投入制作已经第6次。我即卖80岁啊，我真打拼做啊。啊，真欢喜心！起一个念头，讲啊，我今仔日要来创啥呢？这会当多人食素，啊，佫会当来利用吼，种疫苗卖出去。目标甚远，飘着素食香味的爱持续散播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李美如、林宏琪，桃园报道。